我们这个拓展上的根本问题啊，刚刚应该是确实了啊，就是我们那个舱体啊，它这个拓展舱拓出去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重量啊，重量呢，在这个上方啊，它这个是一个胶条，这边胶条呢，它是，有一个缝隙的，它原本的设计呢，就是当这个拓展舱啊拓出去以后啊，它因为是会往后压的，往后压了以后呢。对吧？会把这个胶条这个缝隙啊给它压严实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车它的底盘啊就是会高一些，因为是切片簧嘛，它比较硬。这个拓展舱拓出去的时候啊，它往后压，它那个啥，它是这个缝隙啊，它就是没有抵得住啊，所以呢，现在也知道这个漏水的原因了啊。之前你测试的时候啊，就这上面会有积水。积水啊，会从这个缝缝里面，然后慢慢的流进来，流进来呢，就慢慢的就是渗到这个，舱体里面来了。现在的解决办法呢，就是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这边啊，再加一个这么厚的一个铝芯条，把这个胶条啊给它抵稳了。这样的话，它就不会再有水渗进来了。这样子呢，就会解决一个它这个拓展舱漏水的问题。可能我们当时也想了，为什么就是左拓展没有事情呢？因为左拓展啊，它比较大嘛，它拓出去的时候呢，它上面的结构其实是一样的。左拓展拓出去以后啊，它那个自然而然的会往下压，往下压以后呢，刚刚那一点点的缝隙那个胶条啊，它就压严实了。哎，现在呢就准备把后面再加一个那个铝芯材，加完以后呢，打上胶，明天早上再去测一下，看到底还漏不漏水。如果不漏的话，那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。现在师傅们在加班啊，给我们弄这个拓展舱的问题啊。这个问题找到呢，弄好以后看一下明天测试的一个结果啊。我们也期待啊，期待就是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呢，我们啊明天或者是后天啊就可以提车了。来，我们在车里先弄一下我们的东西吧。这个要戴手套，是不是？你百度了一下吗？现在没有知道怎么，你看它说明呗，怎么弄啊？没有说明，他就给一袋这个东西。装到这里来要密封的吧？我看一下，应该不用吧？对，我也密封起来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一个小袋子啊，应该放一点就行了吧，不用放那么多。张工，分老不带，每个地方放一点吧。对，刚问一下张工啊，张工说，板材呀、啊，还有这些胶啊，都没有什么问题哈。就放一些像一些沙发呀、布艺啊这些地方，还有车头。对对对，好的，车头的这些塑料件啊，对，你像塑料好多件。轿车买的都会有。对，还有这个额头，额头上这些床垫子啊会多一些。对，在额头上放一个。放一包。其实他们家这个车，这个味道啊还算可以了，就是一上来不会说闻到。哦呦，那个狗在干嘛？我来你。小德现牧，在又嫌我没个插好插口大，袋，跟个狼狗是一吧？样。上来了，它跳得上去吗？来不来？我刚摔了一下，我来。从这边下来，从这边。这大德牧一看就有点吓人哦，跟狼狗一样。我们那个车上啊，刚刚把那个高锰酸钾全部放上去了。师傅呢在后面帮我们那个拓展舱上面装一个芯材。那个芯材装好以后呢，我相信那个后拓展舱明天测试的话会有一个好结果吧。如果不漏水呢，我们这两天就可以提车了。装好以后呢，要等它焦干，焦干了以后，明天早上再做一个淋雨测试。希望明天那个淋雨测试能够顺利过关。我们这样呢，我们也能松一口气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准备去看一下王浩他们的车，看他们那个车啊怎么样了，看谁的速度比较快。我们那个车呢，如果说明天拓展舱没事，那么提车呢也就是明天就可以了。我们来这个找一下王浩，哎，这边遇到一个大姐啊，你看这边车过来一个返厂，返厂做一个修改。修改，看我这个不换了，刚开始我想换来的，不换了。对，那控制。你这车也开了一年多了哈。开一年多了。还挺很新哎，你们。哎呦，疫情没怎么玩嘞。哦。看一下空间。是用的那个单座的，对，单座的就显得特别舒服。这是单座啊，单座，单座，两个，这是我们俩。对，两座其实很舒服的，两座。我们俩空间要大一点。两座的话，比那个 L 型看起来还是要大很多的，舒服。不管，我们俩都是常年共享，像书房，对。反正这里面你看吊柜哇，空间都还是蛮大的。吊
平时两个人呢、啊、开一个 C 型啊，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，就是很那个啥，两个人开一个 C 型啊，还是非常舒服的，空间都挺大。我们呢就是带一条狗狗，然后呢长期的话还是想着空间大一点比较好。是啊，不要在那边待了。对对对，外面的蜡花也挺漂亮的，很简约。简简单单的，简简单单的是吧？嗯。上面那个杠是你们冲的？没有，就是放原来的车里头。嗯，这上面还有一条杠，啊，那个就是很有那种游艇的感觉。对，游艇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上面就游艇。嗯。哎、啊，这个。后面装了一个支架。对。驻车支腿啊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哎，驻车腿在这里装的。这、啊就是电动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拿那个什么那种扳手什么一弄，嗖就下去。哦，就是用手动把它打下去是吧？它这个支腿这样的，我们装在下面的嘞。哎，哇，年轻像我们家那边怎么好？哦，这个方便哈、哦。对，直接站着就可以操作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啊，它有这种。我们那个支腿呢是放在那个拖车杠的下面。人家的支腿是放在上面的，这个就是这个也防撞啊，还防撞，对对对，后边人家一看我们这个人就都躲着点，对对对对，这样的话你万一后面有什么车追个尾啥的，这东西很有用的，很有用。哎，这可以哦，这个交警不查的吧？不会说的吧？没事，应该没事，没事，就跟那个拖车杠一样的，嗯嗯，应该可以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人家那个驻车支腿不错啊，可以当一个防撞的。哎，这个是王浩的车吗？哎呦。还真是王浩的车哎，这已经开到这个中间来了。有问题。啊，我以为要走。我还以为你要提车的嘞。我电有问题。沙发全部放回去。沙发给你换了。电怎么回事？不然油门接错了，反正就是正常能量，发动机一发关掉它就全车断电。嗯。然后现在在试这个变速箱，变速箱早上试的时候那个脚的话，因为没有电东西，担心斜，先试一下油门。嗯。哎呀，我发现你们那个车啊，沙发也拆了是吧？对，也拆了。我们的也拆了。我也拆。这样的话，进度感觉我们又比你快一点了。每天都有一个小悬念。对。Hello， 你的车，嗯，我怎么感觉，我怎么感觉你这还得需要个两三天呢、啊？可能吧。可能吧哈。嗯，王浩他们那个车啊，又在加班了啊。本来说今天提车的。估计你还得等个两三天，两三天吧。两三天的话，不会到时一起提车吧？那最好了呀。我觉得不会，我感觉我们会快。这个预想感觉是要会比你快一点的，我们对吧？没有，这种就是有悬念，那种有悬念啊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打赌啊，还是比较有悬念的。嗯，好了，天色已经黑了，我们准备就回去喽。到了晚上的遛狗环节，嗯，大白又出来了啊，放狗，开心的，那么多人陪你，后面那么多人陪大白遛弯啊，还有小女娃陪大白，哦，我们应该把那个把小诺诺给拐走，拉不拉得稳？你看这画面多好，小女娃，小狗狗，小鳗鱼，我才怕猫。猫啊，阿贵和丽红他们晚上到这边了，你们不是说好昨天到的吗？对呀、啊、昨天突然有点事情耽搁了是吧、嗯、啊，现在已经吃夜宵，我们吃完，现在已经十点钟了，他们终于到了，嗯、晚上呢我们一起出去吃个夜宵，你们要晚饭，我们应该叫夜宵，罪恶是吧，我们吃过夜宵是啊，走你们会都到被窝了吧？对啊，你们到被窝了、啊、我躺在少平在直播，我跟他在连线、嗯、在那聊天，刚我在想阿贵他们是不是今晚就是不过来了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点出来吃饭的话估计就只有几家店开着门吧、哎、功夫不负有心人呢，大晚上四点多啊，终于找到镇上开门的几家店了，烧烤还有羊肉汤馆。哎呀，我应该说是多久没有吃宵夜了？对，哎呀，天天得吃上。烧烤呢是时间就更长了。哎呀，我这多久没吃？可以帮你一下，收拾一下。来来来来啊！对，来来来，下一轮。对，趁着阿贵他们在喝口啤酒。很久没喝了。嗯。鳗鱼不让你喝。没有，之前喝的白酒。难得吃的烧烤，知道吧？必须要配上，对吧？必须要配上啤酒，冬天嘛，是不是？冬天喝啤酒比较难得的，凉快，凉快，凉快，是的，太热了。这里面挺暖和的。对。
我们一直吃聊聊聊到了一点钟，看一下这晚上的临城的小镇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街上，对吧，星星点点的光啊。店上关门的比较晚了哦。烧烤店一般就是最晚的关门的地方了。哎呦，看一下他们的奥利奥。哇，你在后面给弄了，看一下阿贵的利奥，他叫利奥还叫奥利奥？利奥，利奥嘛。哦，叫利奥，我以为叫奥利奥呢。啊，我就说吧，我就人家一直叫利奥。我觉得叫奥利奥比较合适。哇，长得好大了哦。利奥，奥利奥。你看太晚了，就是没有带大白下来，明天早上带大白和他玩一玩。哇，抱一抱，哇，没拉尿吧？你看他好闹啊！你要是太调皮了，现在。好了，今天是太晚了啊，明天我们带大白和利奥一起到对面的广场去玩一玩，让他们两个人跑一跑。跟我跑了。哇，直接跟万一跑了，你身上有狗味儿。跑了！利奥，利奥，好了，明天我们带大白和利奥玩一玩啊！看大白，看我们回来以后啊，大白一直在嗅味儿，一直在嗅我身上的味，闻到奥利奥的味道了。利奥，是不是啊？闻到利奥身上的味儿了，你看他，你看他！哎呀，带大白刚刚出去转了一圈，你看这家伙，渴的呀，很累了啊。现在已经两点钟了啊，我们的视频还没做完呢。刚刚只做了一半。对，抓紧时间把它做完吧，做完睡觉，好吧。好久没那么晚睡了。是啊。好久也没吃宵夜了。你先洗澡吧。好好好。